我们看这一题，他问说有关塑胶的叙述何者错误 ？A 选项，宝特瓶遇热会软化变形，这个对，是网状聚合物，这错，它是那个链状聚合物。B， 保鲜膜不易透水，这个对，所以可以保持食物新鲜，这个对。让我们看这个 C 选项，宝丽龙是热塑性聚合物，这个对，不适合用来装热食，这个对。你装热食的话，那个宝丽龙就溶掉了，哦，会污染食物，这也是对的。再我们看呢 D 选项，塑胶不易被微生物分解，这个对，应减少使用，这个对，以免对环境造成污染。这个对，他选错的应该选 A。